先听到嘅福音，里面讲述住嘅系有两个嘅女人嘅相遇嘅对话，尤其是伊撒伯尔，当佢听到玛利亚嘅请安，佢就充满咗圣神，佢就话赞美玛利亚，话佢蒙祝福的。玛利亚受祝福，呢个我哋肯定嘅。二千年嚟，我哋几多人，几多嘅教友与非教友，都一一咁样出嚟赞颂住万福玛利亚。但系佢蒙祝福嘅个理由，就是因为佢话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就是有福。同样刚才听到的第二篇的读经里面，圣保禄提醒着我们，他说现在祭物和素祭、全燔祭、赎罪祭、旧约里面所有的，已经不是天主所要的，已经不是天主所喜欢的。而现在他说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说他来到是圣行父的旨意，我就是因为这个旨意而得到了圣化。各位主内兄弟姊妹，要好像模仿着玛利亚蒙祝福吗？就是要模仿着圣母玛利亚怎样去履行着信，然后履行着父的旨意，天主的旨意的成行成为了他的蒙祝福。除了之余，我亦都想大家去来注意一下依然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他的开始里面，尤其是今天听到的，就是指玛利亚往访圣父伊撒伯尔他的亲戚，这两个女人的相遇。所以当伊撒伯尔赞美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你是蒙祝福的，但之前他讲了一句说话，大家注意一下，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其实不单止在女人中，在万世万代的人之中，她是最蒙祝福的，这个玛利亚就是一个女人，而同她赞美她那个的也是一个女人。路加福音由开始一路讲述得到有一样东西很特别的，就是讲述了到，我不记得她写出来的是天主的旨意，是天主想要跟我们讲的东西。而他讲的东西里面很特别，由第一章开始一路讲，讲到就是以前在那个的文化里面，大家还记得五饼二鱼吗？五饼二鱼里面他提到的，就是当时的文化是以男人来计，男人来的，所以要计呢有五千，但是没有计到十蚊仔，没有计到女人。但是路加里面的记载呢，由一开始就讲述女人，这段很特别的。首先他讲出了里面就讲约翰洗者，约翰洗者，而将约翰洗者呢将个注意力放了去是伊撒伯尔他的母亲，他怎样去来接去跟天使的对话，然后之后就讲述玛利亚另外一个女人，带出了的就是主耶稣的，但集中下去就是玛利亚的回应，玛利亚的对话。然后之后的话再继续在，尤其是耶稣基督他出来了他的公开生活之后，他讲的也都继续，不只是男人之余，讲中途之余，但也都讲着女人在不同的范畴，罪人啊，你怎样他的寡妇怎样坚持着他的信仰啊，怎样能够去，他又或者那个的患了血瘤啊，又一路一路去到十字架底，又是女人，
去到复活节复活嗰时候，复活咗之后，耶稣基督显现嘅第一批去到嘅空坟嘅又系女人，又系复活咗之后嘅，又系讲一班嘅女人，甚至连名字都讲埋出嚟，玛利亚、玛利亚马达纳纳啊。所以呢啲里边系天主嘅旨意，讲出咗女人系佢嘅位置，佢嘅角色。在救赎里面这个角色，而在里面呢特别讲了一件事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听到两个礼拜的福音，福音里面有讲出了这个两个女人，尤其是玛利亚是蒙祝福的，蒙祝福，而他们的蒙祝福就是跟随着天主的旨意。而想回下，我们试下想下，试下这个两个蒙祝福的女人，玛利亚，玛利亚，她这个的麦西亚的母亲，你想想她多么伟大，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乡村的女仔，但是在路加的描述底下，她的圣母领报，她的回答里面是想得到这个的女人是坚持的，是坚强的，是有原则的，而且她很清晰，而且他亦都是熟读住福音的，熟读住旧约的，熟读住圣经上面的记载的。大家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就是因为他的借主畜，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是不是一路这开始。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里面所讲出来的，其实他引用回旧约里面，旧约里面一会你们回去看看撒母耳的前书的第一本的第一章至第二章里面讲出的，就是指撒母耳的母亲阿纳。其实阿纳呢，他亦都有一个的借主的，他借主亦都是他说，我从心里面喜乐于上主，我因为我的灵魂因天主而高扬。从玛利亚，从玛利亚这个借主词的开始，我灵魂颂扬上主，其实它里面的内容也都很相似。其实所以玛利亚所讲出来的是引用回圣经里面它所熟悉住的来讲出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玛利亚。而且当它玛利亚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一个它有住的，就是一个妻子同埋母亲呢种嘅特质，就是女人嘅特质。呢种嘅特质唔净止系身体，而系心灵，系一个妻子。妻子系乜嘢？妻子即系将能够完全咁奉献咗出嚟俾佢丈夫。而母亲系乜嘢？母亲系嗰种嘅温柔，嗰种嘅关怀，嗰种嘅眷顾。呢啲就系女性嘅特质。而今日嘅福音听到的呢亦都是一个女性的特质。知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她一听到一度知道了自己怀孕了之后，她做什么？她走，她去即刻去找另外一个女人来讲一下关于这件事。这些很女人性。还有留下了三个月，她们讲什么呢？在三个月里面有一个灵修作者说，如果是男士的话，一去就算，首先他不会拜访近几日，男人不会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这些这么心里面的事。第二呢，就算去探呢，几个字讲完，但是玛利亚讲了三个月不同，大家未啦，但不要记，不要误会说他讲呢，他讲这个村落讲什么，我的村又讲什么，那个村又讲什么，不是，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他过完了之后，他的总结是什么？借主词，借主曲。我们讲什么？讲就是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他们两个，这两个是祝福的女人，讲什么？讲出祝福到，就是天主怎样在他们身上，怎样在他的家庭，怎样在他里面的话，一一这样由细至大讲出了天主在他们身上所作的奇迹。这些就是神圣的女人，不是讲闲言闲语的女人，
而是祝福的蒙天主祝福的女人，是说你们懂得女人的特性是什么，妻子的母那种的牺牲，那种的关心，还有还有一种的就是幸蒙祝福的女人的就是赞颂，懂得去赞颂。所以为什么她懂得赞颂呢？你看看伊撒伯尔一听到了玛利亚的请安，她立刻赞赞玛利亚，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而且那份的谦逊，她说我主的母亲来到这里哪受得起，这些就是女人，这些就是蒙祝福了的女人。男人永远不会说这些说话，他们骄傲，他们想 number one，成日都想 number one， 佢永远唔会赞下其他人。但女人有住佢独特嘅地方，几美丽。呢、这个就系伊撒伯尔，呢、这个就系玛利亚。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嚟明白呢个蒙祝福嘅在女人中呢个嘅特别。天主嘅计划里边，点解令到一个女人一玛利亚成为咗全部人类最完美？一个受造物，一个人，而特别的她是一个女人，而女人的那种的能力去爱远远超过了所有，她的能力去爱以着一个妻子的精神，这些包括了未结婚那些一样要有着妻子的，即是那种完全能够奉献的，即是个意思，就好像圣保禄刚才在第二篇的读经，她完全可以来遵守着天主的诫命，所以去亲尼撒的，去亲这些前景的工作，女人是多过男人很多，但是因为她那种的妻子完全奉献的，当然一善的事非常好，但如果一去到恶的事呢，就永远超越了男人很多，也是很可惜，但就是因为她那种的完全地能够奉献出为了那个目的，但也是母亲的，就是那种的温柔，那种的关心，那种的赞美，那种的感恩，这些就是能够由这两个女，这两个蒙祝福的女人能够告诉我们听。所以这些就是能够正如一位的圣人约望保禄，圣人赞圣人，圣约望保禄赞美一个另外一个的新时代的女，一个女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就是 Epstein，这个就是圣十字架德兰，她是成为了这个的修女，圣十字约兰本笃，她是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而 她自己身为一个女人，她真的讲出女人的神学哲学，她讲出的一句说话，没有一个女人是只是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女人是只是一个女人，这些就是她们同埋头先睇翻住蒙祝福嘅女人里面，玛利亚、伊撒伯尔、玛利亚、马达纳纳，种种落去嘅种种嘅圣人，里面讲出咗嘅就系天主喺由创世开始创造咗女人出嚟，同男人嘅系完全一样嘅平等。呢、这个平等，正如圣十字德兰，佢讲出对话，呢、这个嘅平等唔系只话女人要抄男人要做嘅嘢，要做男人嘅嘢，唔系，系唔同嘅。头先已经讲咗，天主做咗女人系特别嘅特质，而呢位嘅圣人，呢位嘅圣女，佢就话啦，佢要话天主创造你哋出嚟，你哋要找出你哋嘅特质，发挥你哋嘅特质。你嘅平等系喺人嘅尊严，男人同女人嘅尊严系平等嘅。男人和女人的责任是平等的，这些就是平等，而不是去来抄，现在很可惜去来抄，有些去抄到以前错误的那个 男权当上，现在他想调回头是女权当上，不是，这些是错误的那些妇女解放运动，真正的圣人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藉着玛利亚已经将妇女解放了出来，真正的解放的就是发挥天主做女人这个的特质，这个的特质就是她刚才所讲她的妻子性，她的母性带动了能够带给世界，带给世界有两样东西，圣约望保禄讲出了两样东西，女性呢在她的女性的尊严，她的奋斗里面
成為了教會的訓導，就是怎樣，就是帶出了兩樣東西，女性能夠帶動著影響著一個文化，就是生命的文化，就是愛的文化。現在在這個很混亂的世界裡面，尤其是現在吹向著死亡的世界的，幾多現在錯誤的婦女能夠追尋著所謂 的婦女的解放，就是我要墮胎的話，個胎兒是我的，我要中年，我要將佢點都得，我將佢碾死佢都得，因為是我的權利，幾咁可怕！呢啲係死亡的文化。但是聖保羅約望提醒翻係天主嘅，天主創造女人出嚟嘅，係帶動住、影響住呢個世界一個生命的文化，一個愛的文化，一個妻子性的文化，一個係母親性的文化。呢啲就係真正女人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所以希望我們今天藉著剛才聽到一個最完美的人，是一個女人，這個瑪利亞帶動著的，現在我們很快進入了去最後一個的主日，而明天很快也都是進入去聖誕，準備著聖誕，由這個的最完美、這個的蒙祝福的女人帶出了的，就是這個救世主，我們的主耶穌。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懇求著聖母瑪利亞陪伴著我們，好好準備著自己，好像我們駝著耶穌一樣，等待著祂的誕生。耶穌會不會誕生在你的心裏面？你們有沒有像瑪利亞一樣駝著祂一路這樣是蒙祝福的呢？你們有沒有著這個的妻子性的精神，即是完全地能夠奉獻出來的呢？有沒有著一個母親的精神，能夠想有兒有女的，能夠關心他們的，養育他們的，同埋帶動住有冇呢個嘅生命，帶動住生命嘅價值嘅美麗，帶動出一種共融，帶動住世界裏面能夠有住呢份嘅愛嘅文化。所以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瑪利亞一樣，特別今日咧讚美住你哋女性。在女人裏面，希望你們每個都能夠好像瑪利亞一樣，能夠唱了這個謝主詞，又或者好像亞納這個母親，她來讚用著天主給了她撒母耳一樣。希望各位都能夠好好地準備著自己，好像瑪利亞一樣，能夠每一天裏面都唱出這個謝主曲的。